环保署回收基管会于民国86年设置资源回收免费服务专线，所以民众呢有任何资源回收的相关问题，都可以打电话来到我们这个0800085717，谐音是您帮我清一清的资源回收咨询专线来询问。根据统计，资源回收免付费专线平均每年电话服务量将近12万通，问题多与废机动车辆有关，光是废机动车清运询问的比率就占了70%，也包含民众提出的其他疑难杂症。有位小姐呢，她的进线，然后呢说她已经过世的父亲，被她的车子呢被她的弟弟偷偷给卖掉了，这辆车是对她而言是很有纪念价值的。那后续呢，我这边也帮她联络回收商，那也跟回收商说明这件事情。民众的部分是一位伯伯，那再加上因为他听电话比较不清楚，就有点重听的情形，那我有主动的去协助他联络当地的一个清洁队，帮他做这方面的一个家具清运。身为化物人员，服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如果可以帮别人圆梦，那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。资源回收专线透过即时咨询功能，受理民众陈情检举及建议，并联系相关单位办理，提供民众快速有效的管道。执行至今，民众给予正面的肯定，满意度高达80%。环保署期盼透过此专线，除了美化环境之外，更能促进资源回收，减少地球资源耗损。